主料：小辣椒100克，辅料：肉燥、萝卜干、虾仁、蒜末、干香菇、豆腐、油2大勺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小辣椒、萝卜干、虾仁、蒜、芥末、豆腐用米酒泡，香菇切丁，锅里的油热，放入萝卜干炒过，再盛出来备用。锅里再放入油，炒香辣椒，接着放入香菇、豆腐、虾仁、肉燥、蒜，炒过，炒差不多，再放入萝卜干、酱油，再翻炒一下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：油要多放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